但是阿姨你上好，可以吃饭了吗？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喂，喂，爸爸，你怎么都回来了？喂，我正在爬山呢，正要工地跟我姐爬上去。好，拜。有工地喽。喂，哥哥，你快点回家，我肚子饿了。喂，弟弟，快回来！啊，你回来了，要来了吗？我一直都在这里啊，姐姐。喂，妹妹。哥哥，哪里？早上回来，好想你哦。吃饭。我现在还在外地出差，今天没办法回去，你明天吃吧。我不要喽。吃饭，我也是。可是老公不在，我根本就没有胃口。这里头，喂喽！干杯！